陈家洛等宫中体国，一夕容命，亲赐陈家洛进士及第，余人着礼部兵部令印。恭喜恭喜陈公子，恭喜你得到皇上的喜爱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趁今天这么高兴，我敬陈公子一杯。这杯是你倒的，我就借花献佛，干了它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要你说出屠龙刀在哪儿，我呢就放你们回武当。如果我不说呢？你们一家三口就上不了武当。你们夫妻俩不是我对手。张教主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当年你打我一掌还没找你算账。哼，那就现在一起算吧。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几个都中了石香软金散的毒。怎么会？怎么搞的？师兄，我知道妨碍你了。我们72党36洞所有的人受尽了天山童姥的欺负。这是九转熊蛇丸，吃了慢慢再说吧。我是天山童姥，连我都不认识啊！给我去追野兔回来。现在你的功力已失，干嘛要听你的？不要忘了你刚才吃了我的药丸，就是断筋腐骨丸呢、笨蛋。生死符的秘密你究竟讲不讲？请尊主开恩，帮我们解除生死符。我尽力而为吧。大家先起来，如果尊主不答应的话，我们无论如何不起来。王姑娘，真金不怕火炼，谁是谁非自有公道，你先放了他。你们放了他呢？你这么说就是不尊重严公子暂代帮主的职位了吗？不是，我不过是尊重我帮列祖列宗的遗训，凡是我帮的人不能跟金狗有来往。这招打狗棒法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怎么知道是真假呢？没错，虽然你明白一两个破解我们打狗阵的招式，但不一定就是打狗棒法。丐帮怎么会有你们这种老糊涂啊，一个一个瞎了眼睛了，连打狗棒法也不会看。哼，神灯小姐，我孤儿小姐生日送来第三件礼物。多谢各位前辈。连厨子叔叔啊，大哥哥这次不知道送我些什么东西呢？眼看了就知道。啊！嘿嘿嘿，你找的人啊，就在这里。大和尚休得无礼，大和尚拿刀脸。多谢封先生手下留情，这幅画一点都没有损伤，证明封先生也是爱画之人。你谦虚了，我大哥他们在那边等你，请。请。他到底是谁啊？嘿嘿，他就是穆王府的小郡主了。他们穆王府捉了我们徐大哥，我们就捉他们的小郡主，以牙还牙。放在这儿当然安全呢，就算穆王府的人杀进来，没到太和殿就被宫中的侍卫杀光了。请相主息怒，属下罪该万死，属下不该擅作主张，使得相主处境危险。相主，我马上把他带走啊。算了，搬来就算了。这次呢，我又送了一只燕窝人参猪来了。不用了，拿出去吧，拿出去吧。公公啊，是上次你吃那个茯苓华雕猪，脉搏旺盛，精神也好多了啊。是吗？那。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要你交出真的药王神篇，不是早就……大哥不必再多说了，我们到底怎么比啊？你曾经去过贵州，
一定有避蝉毒蛊的。原来那个臭丫头想帮胡凡便宜我们了。你们两个翻翻包袱，看看有没有药王神鞭。嗯。是薛海棠。是薛海棠。来买买买来鱼来卖鱼来。卖这鱼怎么卖？哎，这位公子可真够眼光哈、啊！我的鱼啊是又肥又大条啊，哎，15文一斤卖给你好了，哎，给你挑大的。当然啊，这条够大的吧？嘿嘿。足足有2斤重啊！收你1两银子、啊嘿嘿。这条鱼哪有2斤呢、啊？算1斤半了吧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就给你了。要赶来收摊了，老婆在家等我呢啊！哎，给你给你。那哎，今日系我立妾之喜，你个女搞成咁，我颜面何在啊？咁你想点啊？唔通要我当众跪喺度向你认错咯噃？冇错，我意思就系咁。